宙，浩瀚的宇宙，蕴藏着无数神奇的力量。毫无疑问，许愿能量就是其中的一种。相传他一直都沉睡在闯堂镇的许愿塔下，据说获取了神秘能量合金，他就能实现你的愿望。没错，各种各样的愿望。神奇的传说吸引着人们，都想得到它，但是没有人真正成功过。这一天，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即将光临闯堂镇，同时还来了一个神奇的马戏团，或许契机就藏在。魔术表演席卷闯堂镇，魔力甲变为你带来不可思议的神奇表演。哇，月亮表演了，真是个特别的日子啊，好热闹啊！哇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这是一个魔术师的故事。喜欢用魔术点亮平淡无味的日常。就是他的标志，他是魔术表演大师，也是最慷慨的获胜者。得礼物了，耶！但是愿望和欲望是那么的相似，难免混入无法言说的危险。神秘的面具代表了魔术师深不可测的力量，谁夺走他的愿望？谢谢学弟，总算回来了。弟弟，什么情况？这下可闹大了。唐唐，弟弟，啥时候让我省省气？我是闯堂兔，大伙儿都叫我唐唐。这是我弟弟，他有些奇怪，身体里会爆发出不可思议的能量。我也不清楚，这算是超能力还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的飞行实验是要给心爱的蝴蝶来个浪漫的惊喜，但是看来，我的飞行器，这下可有的忙了。
拜托，你就别瞎忙了。要不是我及时调整方向，怎么能回得来嘛？有惊无险，你也算是成功了一半吧。也许……没有也许，以后不许再整这些没用的玩意儿了。哼，没礼貌的家伙们，看看你们干的好事。喂喂，干了什么？谁批准的？你们怎么就擅自在学院塔下摆起了杂耍摊？哼，你说杂耍？难不成是天下第一的铁叮当马戏团？哎呀，误会误会，我可是天下第一的魔术大师的超级 fans 啊！大师，他在哪儿？我可是他的，给我签个名总可以吧？冒冒失失的小家伙，你们从天而降，可是让我的马戏团损失惨重啊！对不起，我们的飞行器出了点故障，所以道歉就免了，不过要请这个小家伙和我走一趟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我们真的是无心的，听我解释，我叫糖糖，他是我弟弟。弟弟。小家伙，马戏天赋不错嘛！弟弟，对小朋友耐心点比较好。有趣。哎，就你爱现，场子也闹了。糖也吃了，我总要有个交代才好。不妨先听听小朋友的意见。小朋友没答应呢。别这么快就做决定嘛，团里正好缺个钻火圈的角色，要不要你也一起来？多谢盛情，刚约了朋友喝茶，也许下次吧。令人期待呀、不过我还有点礼物送给小朋友呢。坐什么飞机啊？糖糖、好啊。茶都凉了。还不错。这帮家伙自称出云帮，超级臭屁的老大叫菜刀，就是喜欢耍酷，大块头叫笨笨，其实鬼精灵的很，蛤蟆呱呱更是神出鬼没的，不晓得是什么稀奇品种。哼，称兄道弟、拉帮结派、哗众取宠神马的，可不是闯堂镇的风格。好吧，我承认弟弟是有那么一点点喜欢他们的啦。喂，菜刀，谢了啊。谢就免了，来点掌声怎么样？臭狗，你等等，还没结束。哇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一个是真好。铁叮当马戏团邀您一同见证魔术奇迹，贝隆大师的日全食魔术大表演。魔术，对呀、差点忘了，日全食。哎呀呀，什么嘛，一惊一乍的，我们走。你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？有本事的话，我们马戏团再见。
好，我一定来。还有你，我们回头再战。哼哼。一个比一个奇怪，他不去我们去，长这么大还没去过马戏团呢。哦对了，这马戏团叫什么来着？无论我在何处，无论有多无助，我绝不会孤独，我有闯荡家族，不要给我安抚，我不需要保护，我有自己的路，我不单是一只宠物，我早就已经成熟。闯闯闯，我是闯堂徒，有梦就有脚步，哪怕再多的路。闯闯闯，我是闯堂徒，就算只有痛苦，我也不会屈服。闯闯闯，我是闯堂徒，再大的难关我也绝不认输。闯闯闯，我是闯堂徒，为了理想幸福，闯出我的天空，我就是闯堂徒，闯堂徒。铁叮当马戏团，面具魔术师贝龙，日全食大魔术表演，切，都是虎笨蛋的，这种虚假表演还有人喜欢，不可思议。呱呱，你神出鬼没的本事又进步不少呀。还这样吧，作为王牌网络节目《真相只有一个》的制作人，我决定了，这一期就来做这个吧，骗子魔术大揭秘。怎么样，呱呱，又被我无限的创意吓到了吧？你要学着习惯哟。怎么了？后面难道有怪物吗？我的初吻呢？呸呸呸！刚才谁在说魔术师都是骗子啊？就是我说的，所有的魔术师都是骗子，骗子！可恶，你竟敢在我这骨灰级魔术迷面前诋毁这伟大的艺术。我要让你看清楚，看似光鲜亮丽的魔术师实际上都是赤果果的大骗子。你是诚心和我作对了？谁怕谁啊？你们几个在这干什么呀？你们好啊。蝴蝶，你来了！你们看，是日全食，总算让闯堂镇赶上了。这里就是观察日全食的最佳地点了。说到日全食，铁叮当马戏团也有日全食魔术大表演，还有这样的魔术表演。这也太巧了吧，闯堂镇的许愿祭坛可是日全食的最佳观察地点呀，这个马戏团怎么搭在祭坛顶部了呢？对，都是马戏团里的魔术师干的坏事。你再敢污蔑魔术师，我就要暴力你了，火力全开。菜刀他们一下都跑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老是给我捣蛋呀，不准打我的脑袋。看到了，我的飞行侠怎么了？完了完了！也许那里可以进去。
想到这汽车舞台后面还有这么大的仓库啊。飞机器，我的膝盖。早饭吃多了，夹在里面了。你还笑？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弟弟啊？快把我弄出来！你不要乱来啊！什么宝贝？你是？是你？弟弟退下！刚才竟敢对我下套！哈哈哈哈哈！小不点儿！原来是新版钢铁侠呀！嗨，你好。弟弟不好了。喂喂，别抓我耳朵呀！你不知道耳朵是兔子的核心竞争力吗？养地仙人用在此时呀，弟弟。果然有小偷。这把手枪可是魔术师贝龙的东西，可不是玩具哦。耳朵、胳膊、腿，都在都在，我没死。这两只兔子可是今天的主角，我们待会儿再见。糖糖，你怎么又从天上掉下来了？是蝴蝶。蝴蝶，那个铁叮当马戏团里有一个大宝贝呀，大概是枪的模样，把你送到这里，咻的一下传到那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咻的一下。你在说什么？萝卜，你了解了没？哎，干脆大家一起进去看那宝贝得了。票，麦老，铁叮当马戏团的门票。正好让我去马戏团来一场打假曝光。蝴蝶，我邀请你一起去看。有日全食表演，当然去了。Yes， 感情不止一点点啊！啦啦啦！好吧，铁叮当马戏团，我们来了。怎么没看到菜刀？刚才老大一个人先走了。也不知去哪儿了。是他。外来的家伙就该先上上课。看你可怜，给你。没有人欢迎我，我变得更强，比所有人都强。
怎么了？我就是要砸你，来呀，来打我呀，我可不会输给你。那给你，滚开，我不要你可怜我，滚开呀。别人的看法，什么强不强的，你就是你，高兴点了，再见。过去这么久，没想到今天又遇见了，这一次一定要好好谢谢他。是马戏团的那些铁皮人。神秘兮兮的，我进去看看。这后面竟然还有个通道，下去不就到了许愿塔底了？这是你要和我一起进去吗？也好，就去探探究竟。Thank you.
可能，创造超乎想象的奇迹，大魔术师。还有15分钟，日全食就要开始了。笨笨，你们一会儿准备干嘛？笨笨和呱呱呢？到底调好没有啊？能专业一点吗？好不容易才溜进来。呱。大家好，我是笨笨，这是我的私人节目《魔术大揭秘》，请大家往我身后看。显然，这是一个典型的魔术师的后台，看那边的棺材和笼子都有连接至后台的门，还有反面是镜子的屏风。能变出鸽子的暗格的礼帽，哼，还能再老套点吗？让我们走近看看这些骗人的把戏。呱呱，我是暗黑破坏神。呱！呱呱！都说了是魔术揭秘呀，没看见火里的蜡烛吗？唉。等一下再录，休息一下吧。是马戏团车。呱呱，快拍！这一定是魔术师的老巢。坑蒙拐骗，我笨笨一窝端。吵死了！这光是……啊！这些铁皮人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收集许愿能量，看来要出大事了。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？10分钟内必须充能完毕，少发疯，多干活。我小时候本来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？这种样子的铁皮人不是报废了吗？糟糕！珊瑚大人，马上就到你的节目表演了。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这个眼神，好像刚才在哪里见过。这一切都和他有关。能收集许愿能量的马戏团，看来不简单了。一起飞行看日全食，蝴蝶一定更加高兴呢。把飞行器拿回来，然后去约蝴蝶。你说什么？其实我想，哎呀，谁啊？弟弟。你给我下来，别闹了。
剥夺你的人身自由权。哼，萝卜，不是让你好好看着弟弟的吗？滚那边去！喂，高位置没了。装作不认识他们好吗？这次我一定要说清楚，蝴蝶。什么？我想，哇，人气大炮今天表演的，怕啥呀？报复给钱啊！弟弟呢？人见大炮倒数发射！做什么呀？才被善福大人巡视了一趟，又到动力室来，累死我了。熔炉运转正常，加快运送能量晶石的速度，还有5分钟，一定要赶在日全食表演前前来。哦，楼上的表演开始了。表演？我在马戏团了。什么情况？敢对督公下手，这些铁皮人的成绩又欠维护了吧？放心，一点都不差，都能完成。魔术灌注的透明摩天轮，哇！快点，换我来，必须是我！哇！我就选这位迫不及待的兔子吧。哎！哎呀，甭理他，别把节目看漏了。快停下！走开！我是他哥哥。摩天轮钻进屏幕里了，我也想体验一回呀。让我上去。看呐，他好像拿起了什么。试一下遥控器上的红色按钮吧。先生们，你们能猜到这位可爱的观众现在身处何方吗？一拳十魔术现在正式开始。
起来。快逃啊！动力系统充能完成了。嗯，想通。车子怎么自个儿在动啊？这真的不是马戏团，是火箭呢！飞兔大炮发射！走开！快往朝紧急出口跑！怎么回事啊？马戏团飞起来了！你们上去控制好抓着的观众。哎呦！说这些事情是不是珊瑚让你们干的？哎呀，这个看起来好厉害，还是快逃了。你有本事你自己去问珊瑚大人吧。这上面一定有控制电梯的按钮。不是吧，按钮也太多了吧。萝卜神呐，我注定命丧于此吧。我们还有希望。前面的路又被天平人堵死了。看我逃的向前冲！我都把圆周率都按完了，怎么还没对啊？这是什么机关啊？这个声音好耳熟啊！彩蛋，果然是你！还果然是你！都差点忘了，我会飞！蝴蝶！我来接你。快闪呐！千钧一发。肚子太圆了，就是会乱滚，这是哪儿啊？奖章，这一定就是那个魔术师的窝点。骗子怎么老是得奖？这里的奖章怎么没了？呱呱。
这一定是骗术大全。这好像是那个骗子的日记。这曾经是我的梦想，但是愚蠢的人类夺走了这一切。哼，现在我找到了新的希望，在闯堂镇举办一次盛大的表演。这里有好些奇怪的笔记呀、啊！许愿能量，太可怕了！少年把戏骗骗人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打我们闯堂镇许愿能量的主意，气死我了！不会吧！为什么魔术师都喜欢暗门了？笨笨呱呱，你们两个，死兔子，不要再乱按了。只许你按，不许我按。我还没问你，当初给你票不来，现在跑这里来干嘛？马戏团偷偷的收集血能量，无意中被我撞上了。老大，别生气了，我们也是来拆台的。拆台？拆到从天花板掉下来？大家不要吵了，你们看，这个马戏团有着一套严密的计划，利用把地下的许愿能量转化成动能升空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在舞台和这个动力室之间还有一个层，看这些热反应，大魔术师和观众一定都在这里。我看过他的日记，他们就是冲着许愿能量来的。这样胡乱的使用许愿能量，破坏许愿守则，一定会出事的。这帮混蛋，一定要阻止他们。对了，什么是许愿守则？许愿能量虽然可以帮助人实现愿望，但是许愿人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能量必须平衡，当愿望大到无法承受的时候，能量就会发生毁灭性裂变。狂暴的能量，这是非常可怕的力量。听起来，这帮混蛋想要搞乱闯堂镇的一切，我就砸了这动力室，看这帮混蛋怎么办！哼，还有几个捣蛋的家伙，让我来对付他们。山虎、小心。上面有动静。抢夺许愿能量，绑架观众，这种事情可一点都不适合你。我现在只想实现一个愿望。现在正式登场！连接启动。舞台现身。
我弟弟，你们拼了！哼，报告珊瑚大人，系统已经修复。好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什么？小孔？嗯？哎，这……啊！现在启动日全食表演第一步，能量吸入。转化开始，好了，现在该清场了。哇，这里要爆炸了，快走，这里还有一部电梯。不会吧，门给关上了。有时间担心别人，不如看看你把谁放上来。计划还没完成，飞行器。这不就是马戏团的表演车吗？你见过？何止是见过，它简直就是我生命的希望啊！哎呀，后面的开关在哪里呀？快快，我的飞行器还在里面呢。唐唐到底好了没？哎，后面好像有人。嗯。快，四处找找，北龙团长说的是怎么子，还在马戏团。蝴蝶，萝卜，
破嘴。前进攻！人多是吧？我们就来硬的，坐好了。让你们知道什么样的兔子叫做闯堂兔呀！快到了！弟弟，弟弟在那里！这帮混蛋又拿弟弟闹事！虽然不清楚他们要干什么，但是我们一定要阻止这个大家伙。哎，该你登场了。这样也太过分了，他们还不至于破坏我们的计划呀。日全食完成的瞬间，
只有0.01秒，机会只有一次。贝龙，我不准别人伤害你，也不能看着你伤害别人。你还是先冷静一下吧。贝龙，你哥，菜刀，是菜刀来接应我们了。哥，你搞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心，他中了催眠术。敢对蝴蝶出手，这是啥？已经不起作用了。我管你什么月行，什么计划，你这个混蛋！都给我停手！这可是爆炸遥控器，当我三岁小孩啊！大爷，这是要干嘛呀？下面可都是铁皮人和观众啊！现在平台下面的东西对我毫无用处，
再乱动可就是大爆炸了。你敢？糖糖，快停手啊！你说我敢不敢？哼，我辛辛苦苦做了飞行器，就是想与蝴蝶一起看日全食，没想到你却暗中捣乱，把我的第一次约会搅得乱七八糟，到现在还在折腾。死兔子，我啊，干得不错，兔子，第一次约会。山谷，把遥控器给我，我们的愿望可不能毁在这几个家伙手里。我们的愿望，终于世界第一的魔术师诞生了。世界第一，那又怎样？他们感兴趣呢？神秘的面具就要被取下，大家欢呼吧！只是这张古怪的脸。遥控器，你心里随便选一张牌，然后记住了。好了。你刚刚心中的那张牌是，你就是那个蒙面的小子，最近很出风头的街头骗子。我不是骗子，我是魔术师。好。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！啊，这家伙真是个怪胎，难怪老是蒙着脸。嘿！你们给我走开！小魔术师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怕我的样子吗？你是有点古怪，但是你的魔术很厉害，应该是好孩子。对了，我刚才心中想的那张牌，你能变出来吗？等着瞧，我一定会变出一个很厉害的魔术，成为世界第一的魔术师。世界第一，太棒了！我来帮你，好吗？贝龙，为什么你就是赶不走你心里的那头怪物？我不能让你一错再错了，给，把伙伴还给你们。这个骗子的故事好像有点感人了。把观众全部放掉。稍等，珊瑚大人。珊瑚，你竟然背叛我！不好，炸弹！你曾说过，微笑地面对，做自己就好。你做的，没错。原来
是你，那个打架的男孩。哼，没有了面具，就只剩下背叛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这是在帮你啊。哼，帮我？没关系，就让我一个人许愿。必知道，北龙，你弟弟，弟弟，阿爸，别急，我来试试。弟弟，我们就来对付这个大家伙。北龙，不能再错下去了。啊，老大亮兵器了。真是好霸道啊！好了，搞定！蝴蝶，你真是太棒了！我们去救弟弟。是时候露一手了。
逛逛，虽然只能变身一次，但是这个也太酷了。小队感啊，这家伙又想搞什么？是得到了全部的许愿能量。这个装模作样的家伙，让人讨厌的世界，今天我要让你变成我想要的样子，也要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力量。够了，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世界，我可不许你乱来！
山虎，我这样做就像一个傻瓜，是吗？不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你一直都是我心目中最棒的魔术师。山虎，谢谢你。 贝龙破坏了核心，黑暗的能量正在减弱。
今天可真是折腾啊，我骨头都要散了。这空中飘散的都是许愿能量吗？好多好多的愿望啊！大家都还好吗？蝴蝶，没事没事，刚才看见了吗？我浑身发着光，然后一个人砰砰砰，好厉害啊！孙兔子，什么叫你一个人？对了，还有人呢。对不起，珊瑚，我做错了好多事啊。是啊，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了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真是太感人了，还有一个人嘞。